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一个漫才组合。对，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僵尸。我们是北多博亚斯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大家好。漫才呢，就和大家理解的一样，是一个吐槽，一个装傻。大家能看得出来我们两个谁是吐槽，谁是装傻吗？啊！他是不是说都傻？声音好大！我们其实是来自云南的一个漫才组合。对，我们两个都生活在那边。对，但是阿泽他其实是一个广东人。啊，对，我就是广东那边的。话说回来，你其实来我们云南这边也蛮久了。嗯，你有吃过我们云南这边的野菜吗？野菜？哦，对对对，没吃过呀。哎，刚好我家现在有一些，要不要去我家吃？哦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哦，走吧走吧，走。三二一，走。三二一，走。哦，到我家了。哦，你家好多人啊。哦，是是。合租嘛，是这样。哦，你们合租的。合租合租。哦，你在这里先稍等一下哈。嗯，我去厨房切点菜。好好好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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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但你还是换一个吧，这个菜听起来好猥琐，我不想吃了。哦，好可惜。蹦不蹦不的。那我切其他咯。好吧。等一下。这又是什么声音啊？这个菜削起来就这个声音啊。这个菜削起来就这个声音。哦。你再削一次我听听。不对吧。嗯。是你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声音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不是的。不是吗？不信你自己去看。那我自己试试。嗯。哇，真的有这个声音啊。是吧是吧，没骗你吧。好酷啊。酷吧。诶，这个野菜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们云南那边啊会管这种菜叫莴笋。好傻哦。这个菜叫莴笋。对，莴笋。莴笋，莴笋。对，莴笋。好酷啊。酷啊酷啊。我可以再切一次吗？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我想再听一下这个声音。嗯嗯嗯。哇，太酷了。嗯，酷吧。嗯，我觉得你也很酷啊。为什么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人这么削菜的。哦，是吗？是的。哎，你家还有这种神奇野菜吗？我再切点其他的，切一下给我听听。哦，阿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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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阿大阿大是什么？我在切功夫土豆片。功夫土豆片不是那种切得很薄的涮火锅的土豆片吗？不是不是，这种土豆就叫功夫土豆。哈，我们云南在培育这种菜的时候，会专门给他看李小龙的电影。你在说什么？广东不会吗？不会啊。广东会给土豆看什么电影？广东不会给土豆看电影。不会吗？不会啊。哎，好可惜啊。那我切其他菜咯。好吧。我们能不能挽手，亲爱的别走。等一下，这个菜在唱歌。是我在唱歌。你没事吧？等一下，掐到人中了。你没事吧？刚刚我不知道啊。
自从进了你家门之后，就一直感觉心里毛毛的。你刚刚不会以为这个菜会唱歌吧？我心里是有期待了。但你已经说是你自己唱的了。哦，这个菜是不会唱了。这个菜不会唱。哦哦哦，别的菜会唱吗？给你试试。给我试试。啊，真爱上了墙。五条菜。啊，真爱上了墙。啊，真爱上了墙。跑掉了，切歪了。哦，切歪了，我刚才。切歪了就会跑掉。切歪了就会跑掉。哦哦哦。哎，怎么会有这种会唱歌的菜啊？哦，酷吧？我们云南这边啊，会给菜做一个职业规划。职业规划，那这个菜的职业规划是？哦，搞乐队的吗？哦，搞乐队的，乐队主菜。乐队主菜，嗯，好酷啊，酷吧酷吧，还有这种做职业规划菜吗？你再试试，给我试试。不是，我跟你吹。这什么菜？下酒菜。哦，下酒菜。下酒菜，下酒菜。哦，这个的职业规划是送去酒吧那种？对，气氛组。哦，气氛组。嗯，酷吧？还有这么做的职业规划菜吗？哦，你再试试。给我试试。你试这颗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。哦，这是山菜啊。哦，你认识他？大家都认识吧？哦，蛮不错。哇，你家这些云南野菜好丰富啊。哦哦哦哦，但是我可能还是吃不惯呢。吃不惯吗？哦，哎，好可惜。我是广东口味嘛。嗯嗯嗯。要不这样，你想不想试一下我们那边正宗的广东菜？正宗的吗？啊，正宗的广东菜。好啊好啊，那我给你试试啊。嗯嗯嗯，我给你试试。哎，你刚刚一直有背个包吗？我，哦，没有，这是我阿妈，她等一下要煲汤给你喝的。一直背着阿妈，这是不可能。谢谢大家。